大家好啊，欢迎翻到嚟《芒向编辑部》嘅节目时段啦。今日咧就系2020年嘅9月30号星期三嘅早上时间。今节有我许乐山啦，仲有马来西亚嘅奇乐李伟近大马上，各位网友好。好，仲有小白红社长 Raymond Wong， 大家好。好啦，仲有薯仔小薯仔以德台阳，大家好啊。记住啦 ，like 我哋段片，留下言，最紧要咧就订阅埋《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正向部晒冷气三个 YouTube channel，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多多点赞啦。哇，今次翻翻嚟咧，要讲下呢个风云人物啊，疯癫嘅疯啊，就系、是、风虎，算唔算虎咧？都算系虎人咁喎，呢个年纪嚟计吓嘅陈淑庄啊，真系估唔到啊！49啊，佢人生啊近半百啊，但系都仲好中意劈酒啊，咁可能觉得啦，有酒啊今朝醉啦，系咪？人生都半百啦，都仲唔玩尽佢咩？系嘛？又大步揽过咗个老楼啊，定点样啦？咁啊，应该休养下咩？唔系休养生息咩？仲要玩到咁准？哦，咁佢都算系走过鬼门关啊嘛，系嘛？开脑啊，始终都系啊，都所以就啊。可能因為咁啦，覺得人生苦短啊，要玩盡啲啦嚇。係咯，所以一次過叫40人一齊劈酒嚇，唔驚限聚令咩？驚咩啊？話開會咪得咯，係嘛？議員嚟噶嘛嚇啊！咁啊，佢幾過癮喎。咁其實都幾意料之外嘅佢，即係佢除咗係唔再延任啦，仲退黨。有啲人退黨保平安咁平平安就個人嘅，即係如果佢個人所做過嘅嘢係有犯罪啊，定係定點樣咧？或者你乜黨啊都保你唔住啦，係咪啊？你個黨咁多個律師，你自己都係律師啦，咁又點擋到咧？係咪啊？公民黨唔係嗰個有個剔手邊個抵擋個黨啊嘛，係嘛？抵擋唔到啊！不如讀下個聲明啦，幾好笑喎！一齊再睇下點解佢心路歷程係點樣喎？幾過癮喎！我覺得又啊，佢又話啦，即係尋日嘅早上啊，佢已經俾咗信啦，通知咗立法會嘅主席啦，因為佢嘅個人理由方面啦。就做埋9月30号咧，就完成咗4年嘅任期，就唔再繼續擔任呢個立法會議員噶啦。話自己咧啱啱滿咗49歲啊，邁向半百啊，係要認真思考人生下半場嘅何去何從啦。哇！你依家先開始考慮啊？不，因為之前有又要啊，成日諗住要去落酒吧啊，同埋又要做議員。啊、所以我想因为这样都没时间了，是不是？再说了，因为上年的占中九次案相当之漫长的审讯煎熬，有煎熬过你吗？啊、你依然都是依然故我都是这么癫、啊、不是咯，他都工作看落都还是很多工作做、啊、都经常都是出镜啦，同时还有 又做一些网上的主持的节目啦、啊、他其实都挺忙的、啊、原来即係望翻轉頭啊！佢其實係嗰啲咩發言人嚟噶嘛，即係繼巫婆之後嘅發言人嚟嘅。咁話再加上突然間有呢個確診咗有呢個老瘤啊，對佢咧同埋家人咧個衝擊都唔細。啊，幸好啦，手術相當順利，咁啊康復良好。依家嘅情況啊都算穩定啊。哇！你一咁樣嘅精神狀態都叫穩定啊？我覺得你相當唔穩定喎，應該定期翻去覆診喎。咁癲嘅你係嘛？咁何君瑤仲有狀態大勇啊，係咪應該翻去坐監啊？呢樣都幾得意啊！呢個諗法啊，咁啊經歷咗呢個大劫之後啊，深深體會到咧，呢個親人咧同健康咧比其他一切更加重要。咁啊，需要咧加倍珍惜。喂，咁你哋唔好成日夜蒲劈酒啦，係咪啊？健康緊要。係一邊話健康緊要咧，但係一路搶住口煙咧，另一手攬住支酒喺度同我講話。健康比一切重要啊，系嘛？系所以啊，原来佢咧已经一早打算咗咧，完成咗今届立法会4年任期之后咧，就告别呢个政坛。哦，咁样，即是咧呢班公民党咧，可能之前都揿住嗱，丰富，你唔好爆响口啊，唔好爆出嚟话，依家就话想唔延任啊，定系点啊？一句都唔好讲啊！你啊，讲亲咧，我哋就。冚檔散嘅呢鋪啊，咁啊，所以可能撳住把口啦，咁啊，可能同佢打啲鎮靜劑咯，所以呢排都相當鎮靜喎，陳淑莊係嘛？啊，客觀上嚟睇咧，佔中九次案咧嘅判刑咧係唔容佢參加原定咧就今年嘅立法會選舉換屆嘅選舉啦，咁所以佢冇延任食埋呢一年咧，所以都其實都幾出奇喎嚇。咁又話啦，特區政府啊同呢個全國人大常委會咧，以呢個疫情為藉口，延長咗本屆立法會嘅任期，至少一年。對於呢個突如其來嘅
變化咧冇改變到佢預期告別立法會嘅打算嘅喎、哦。但係咧早前咧就未有宣布，就不過咧就唔想影響去留嘅民調。哦，咦，其實佢早啲宣布咧，早啲宣布自己唔留任咧，即係唔撈咧，喂，可能反而有幫助喎、哦，係嘛？即係本來可能有啲人支持佢嘅，哇，對於佢啲幾年嘅表現咧，真係相當失望，所以叫佢哋就唔好延任咯，會唔會咧？愛你變成恨你咁啊，陳淑莊。其中一位其他佢嘅支持者我唔知啊，我係有印象，其中一位曾經俾佢告過強問佢嗰位，肯定好支持佢嘅，想佢留任，想見到佢多啲嘅。見到繼續出鏡係嘛？係啦。或者第日陳淑莊自己搞個 Patreon 咧，學黃之峰嗰啲咧，買到最貴嗰個咧，就可以同你視像一對一傾偈啦，係咪？正啊，嗬！跟住話：陳淑莊，你會除低個口罩啊？咁啊！各位男士一定好開心啊！第一個去訂閱。冇錯，你可唔可以講多次規程問題？你聽下，我想聽你講多次。咁啊好啦，繼續啊講翻啦。公民黨係根據上述嘅民調結果咧，同埋個黨咧事先聲明留嘅意向，同陳淑莊平時去酒吧嗰個玩法一樣，留咩？留酒啊！佢個樽頸度掛個牌啫，寫住陳淑莊議員、立法會議員咁樣。咁阿陳淑莊啲留，佢唔留任但係留酒咧，都應該遍佈都大不少嘅酒吧喎。咁好啦，最後個黨咧都決定咧。現任立法會議員都會延任一年的，他自己也因為個人理由就不會遵從黨的決定，所以更加就退出公民黨。哇，這班友相當之絕了，連黨都要退了，到時在外面做些什麼呢就不關我們事，關我事，割席，是吧？我想他們覺得那個陳淑莊咧，都係個黨裏面一個嘅負資產嚟喎。其實，即係佢一來啦，犯過事啦；二來啦，撞過好多大板啦；三來好似冇乜建樹喎，佢又我斬樹咯，冇建樹，但係斬樹係啦。嗱，我哋依家再上，我哋今次都會講下啦。陳淑莊咧喺蘇州啊呢、這個歷史遺跡裏面咧留下啲咩蘇州嘅歷史咧，即係簡稱蘇州史咧，我哋依家都可以講下喎。因為咧，你就算話咧，你退咗黨啫，但係俾人覺得咧，你嗰種叫做藕斷絲連嘅感覺咧，仲喺度喎。嗱，佢話啦，從政咧都係一個偶然，唔係偶然，因為你知道自己撈唔掂嚇，即係喺其他嗰啲咩律師啊定點樣撈唔掂啦，舞台劇又撈唔掂，選美又唔掂，咁啊唯有就撈下呢個政治啦。啊，點知又俾佢撈啊撈係入到去喎。繼續啦，又講下喎。2006年啊，加入咗公民黨同埋當選咗法律界嘅選委之後咧，2007年咧就做咗區議員，2008同埋2016年咧兩度選咗立法會議員。哇，係掠唔少錢喎、啊！呢條友嚇不經不覺已經14年啦嚇、啊，哇，14年啊！睇先啊，50歲扣翻去讀書，再減埋呢14年，喂，大部分時間都係撈政治喎、啊，其實係啊，係嘛？哇，真係疏忽喎！咁佢就話啦，原來就佢前半生啊最長日子嘅工作崗位，佢自己都講咯。回顧呢段時間咧，有起有跌嘅歲月啊，與港人一切啊就點啊同撈同煲咁樣，時常覺得咧自己喺議會同埋公民社會咧能夠為香港人做嘅太少啦。佢咪覺得自己做啲嘢做得太少咧，所以不斷斬樹喺度，太少嘢做啊，實在斬樹又種樹。系啦，即刻可以望，即一见嗱，你朝头早锯树，晏昼啲人就会见到，咦，点冇晒啲树噶？我斩嘅啊，我建议斩晒啲树。咁佢话咧，有啲事咧都会力不从心，就心中有愧。边啲啊？请问唔系嗰啲咩一地两检咩割地危险嗰啲啊嘛？唔系嗰啲啊嘛？香港近几年啊，令佢痛心嘅事情越嚟越多，同时咧，香港人嘅表现嘅坚毅咧，令我感动不已啊！我以香港人的身份为荣，不忘初心，等待黎明。黎明是不是唱欧耶欧耶那个黎明啊？似乎是、哦、啊，这个有没有公益金啦？就是走下公益金百万行，看看见不见到黎明一起出来走下，一起剪彩啦，咁啊摄个影下相咯。咁啊，对于佢撇咗啦，大家唔知仲记唔记得啦？佢遗留喺公民党个苏州那个历史遗留落嚟嗰个苏州市咧。
最硬框框嗰個應該都係酒吧嗰壇喎，嗰壇其實仲未係未解決嘅，大家應該都要了解一下。嗯，咁啦，如果依家佢嗰個酒吧嗰壇嘢咧，又話依家真係咩冇咗個 hard disk 啊，又話究竟告緊佢呢樣嗰樣啊，究竟得唔得咧？呢、這個都有排等啦。不過都算係公民黨裡面一個負資產，都好少可咧，因為有嗰啲公民黨啲咧咁中意去夜夜笙歌啊嗰啲咁嘅，好似得佢係咁喎，係嘛？可能是得他是單身啦，一來啦，咁二來亦都係可能係佢哋工作感到沉悶啦，又或者啊冇乜工作啦，所以咪去蒲下玩下咯。嗱，咁我覺得無可厚非嘅，只不過但係啊喺限聚令嘅時候做啲咁嘅嘢就犯咗法啦啊！而且身為一位律師啊，佢照道理啊應該好清楚法律係點使用噶嘛？點啊？咁佢知法犯法喎。完全係呢條友咧，傻傻地啊！嗱，咁佢仲有咩蘇州市咧？嗱，我覺得呢一個咧立唔到法，其實都係好事嚟嘅。由你去立咧，咁啊大領落啦，杯大領落就做早餐啦，可以。就係啊，原來佢最大嘅遺憾係唔能夠成功推行呢個叫樹木法。我話好彩啫，我話救唔係救個孩子喎、啊、嚇、啊，救救樹木喎、啊，到時香港係。走過15年的政治生涯咧，佢話欠咗最欠香港最大學嘅乜嘢咧，就唔能夠成功推行呢個叫樹木法啦。佢話自己會唔會覺得係一種離開政壇一種解脱咧？佢話依家覺得自己比較輕鬆嘅。咁佢話自己過去啦都未曾放棄過政圈，都冇真正放過假，依家咧就可以做翻一個普通人，過翻一個普通人嘅生活啦。咁啊，都你咁可以繼續關心一下啲樹嘅係嘛？植樹咯，你可以去植樹拇指啊！植樹拇指啊！手指，跟住啦，嗰、那個佢陳淑莊呢個決定咧，都得到一個人嘅熱烈讚賞啊！就係、是、呢個陳志全啦。哦，咁 friend 噶、啊、原來本來都好似冇乜嘢嘅，即係冇乜話特別 friend 定點樣嘅。咁啊，陳志全當然啦，見到多一個人嚟，唔會接受呢個延任咧，佢都表示係會支持嘅。嗯。啊，咁啊，啊黨魁。楊岳橋又點樣咧？都係同一齊去蒲友啦。佢話作為朋友，完完全全咧就支持陳淑莊嘅決定。咦，咁你作為黨魁咧，咁你支唔支持佢咧？係嘛？咁過去一段時間啊，見證住佢咧，無論呢個身體上、精神上咧，都承擔咗好多。哦，係啊，精神上尤其是嚴重啊，係嘛？啊，非常理誒、個人嚟講非常之理解。咩笑即係都笑住講啦，話兩個人咧嘅友誼咧係超越咗政治。咁啊，可以哦。又話佢啊。哎呀，50岁啦，佢都希望人生咧过得更加精彩同幸福喎、哦。哇，你咁样讲法即系代表咩？要啊，不过唔使惊，阿陈淑庄已经有案底噶啦，佢个人生已经相当精彩啦。陈淑庄话啦，会做翻党友嘅小粉丝、哦，咁佢话嚟紧咧会咩、用香港人身份啦，继续支持佢哋嘅工作，亦都表示啦，就希望咧。又係噏翻嗰幾都幾搞笑喎！佢話咩留任咧係非常困難嘅決定喎。哇！你咁樣係咪真係威啊胡志偉嗰啲啊？留任點會困難咧？扮困難咯、啊，佢哋嚇。其實咩困難咧？其實我諗唔明啊，除非佢哋真係好好在意啊嗰啲最極端嘅票嘅啫。照道理唔係好困難嘅喎、啊、因為而且整個決定係佢哋自己可以下決定噶嘛。嗯，或者佢哋有啲猶豫啦，佢哋諗緊。究竟呢啲黑衣人嘅問題，究呢一個事件啊，呢一個風潮咧，或者呢啲叫做抗爭派咧，能唔能夠延續？即係呢股力量啊，啊黑暗力量咧，能唔能夠延續到下年下一屆要選立法會嘅時候？即係延唔延續到咧？如果延續得到嘅話咧，佢哋就要希望食得到呢陣嘅票啊嘛。如果延續唔到嘅話咧，就要成個黨咧，或者成個泛民咧，就要黃碧雲化咧，先至可以翻去噶嘛。所以而家佢哋好難去拿捏咧，又好難會放棄喎。即係等於嗰手牌咧，究竟仲要唔要牌咧？要牌又有機會爆煲喎，唔要咧又驚個莊大過你喎。呢個十點呢個21点嘅問題，佢哋所以都幾糾結喺呢一樣嘢度嘅。嗱，之前咧就係、是。陳淑莊咧係民咩叫做乜交叉泛民咩召集人定點樣嘅？咁下一屆咧就犀利啦，原來俾咗胡志偉做喎，我死咯，就揾佢做。哎呀，糊糊塗咁，你知唔知噏乜嘢？淨係叫見指揮官係嘛？
依家咧，跟住陳淑莊就話啦，佢話原來話要調節好好個身體先，咁啊之後咧仲有更加多唔同嘅選擇。佢話依家咧暫時嘅完結啦，就會有一個新嘅開始啊。不過唔知佢究竟點樣啦啊？咩為之叫新開始？咩選擇啊？入睇下有咩酒啊？睇下飲邊只比較爽啲咁樣啊？佢話咧就有機會咧會做一個 KOL 喎，想即係。啊，即系，所以我头先讲啦，酒杯底做啦吓，咁样即系啊，都好喎、啊，睇住发酒癫都好喎、啊。咦，隔住个 mon， 即系，咦，嗱，俾到最高级嘅 patron 嗰个钱咧，系可以同陈淑庄隔住个 mon 对饮咧。哇，正！喂，得唔得啊？差妹咧，隔住个 mon， 隔住个 mon， 差妹。虽然面对面系好好多嘅，但系隔住 mon 都杀住先啦。系咯，都可以，你开行个喇叭咧，感受到种澎湃嗰种嘅逼力嘅。又話啦，希望啲人咧就唔好當係逃兵嘅，點解唔做啊？定點啊？咁啊唔會話當你係逃兵嘅，係咪啊？反而唔會俾人覺得你賴死唔願走嗰啲咯。啊，即係依家就製造到嗰個畫面咧，就好似啱啱好緊緊贏咁樣嘛。但係佢哋其實唔係贏嘅喎，我哋要講翻清楚先嚇、啊，因為整體支持嗰、那個即係啦，即係佢哋嘅支持啊，應該話胡志偉啊呢啲泛民嘅支持者咧係。即佔叫佢哋離，即叫佢哋走啦，唔好做啦。嗰、那個比例咧係佔多啲嘅喎。咁佢哋一撈翻曬整體嘅話咧，就當然好似險勝嗰啲咁樣啦。嚇、嗯，咁啊當然啦，呢、這個胡志偉就誒、哎那個距離咧已經收窄咗㗎啦，定點樣啊？即係喺度講呢啲咁嘅説話啦。不過似乎啦，佢哋呢一鋪都係好快咧就會。即係呢一個咩延任風波都好快會落幕㗎啦！嗰啲影舞者咧，我見到依家都冇出聲啊，再冇出咩聲話，誒、哎、俾我做，俾我做，咩要即係要咩資源定點啊？話要咩資源咧？嗰、那個胡志偉咧，基本上或者呢班人咧已經係冇再去嘈佢定係點樣㗎啦嚇。有啲人就話啦，應該咧兩邊咧延任嗰方面嘅嘢咧，應該都會叫做和平落幕嘅。不過有樣嘢幾得意喎，原來話咧陳淑莊一話離任之後咧，佢喺呢個搜尋啊 ，Google 嘅搜尋裡面咧，哇人氣急升喎、哦。係、啊、因為始終啊，突然間佢肯走啦，我相信啊，佢都係因為好多人都係唔係太中意呢位議員啊。啊，見佢哇，突然間真係乜嘢都唔撈，好似退曬出嚟咁犀利嘅，咪 check 下佢咩料咯嚇。嗱、我自己認為咧，佢今次離開咧嚇、可能啊。即係客觀啲嚟講，可能真係佢身體有問題啦。之前佢有老瘤，即係瘤瘤呢啲病咧，都係比較麻煩嘅。咁啊，對一個人嘅工作嘅影響可以都非常之大啦。咁啊，而且啊，佢過去實在我真係唔見佢有嗰啲咩建樹。佢自己肯離開，我都其實我應該要稱讚下佢嘅，都算佢有啲自知之明啦，係咪？以後唔使再見到呢個點解呱呱嘈啦，唉、哎，唉、哎，都係嗰句啦，唔使太癲咧，都係唔好嘅，俾啲空間自己啦，係嘛？不過好搞笑喎，有啲人就睇翻啲大數據啦，有例如一個標題叫做泛民去留括弧，跟住陳淑莊不續任，宣布退出民主黨，思考人生下半場，一貼一出嘅時候咧，哇，網民咧～即刻嗰個負面嘅詞語啊，大爆炸喎、哦！原來點解咧？即對於嗱，我大嗱點解咧？嗱，大家聽就明噶啦。陳淑莊會同一啲乜嘢嘅關鍵詞連埋一齊咧？嗱，我讀俾大家聽啊！報應、政棍、垃圾、坐監。哇！大鑊！哇！嗰、那個負面情緒咧係大爆炸，跟住喺某一啲嘅討論區裡面。不過咧，亦都喺某一啲嘅討論區啦，就出現咗呢一啲咁嘅 post 之後咧，都有啲正面啲嘅，咁啊身體健康咁啊保重嚇，值得尊重咁都有呢一啲嘅。不過就負面嗰方面咧，就傾向於多比較多啊，同埋好多人寫咧，佢嗰陣時係老瘤啫，但係唔知咧出現咗好多次嘅，啲人搜尋咧就係腦癌。咁大鑊嚇，咁啊誇張少少啦。不過啲人咧上網搜尋陳淑莊咧。反而咧唔係睇佢嗰啲喺政壇嘅表現喎，係睇佢咩啊？排第二位咧係叫陳淑莊嫁格老公嚇，跟住話佢都陳淑莊婚姻有冇㗎？係咯，係嚇，咪啲人關心嗰啲八卦嘢多啲啊？佢未結婚嘅，咁啊，因為到依家都係雲英未嫁啦，咁啊，但係我諗啊，好多人都唔知啦，想查佢究竟佢老公係點樣咧？咁一查，原來未嫁喎，哦咁樣。之前同兩個男人有啲咩？糾纏啊、瓜葛嗰啲咧，就依家變咗係呢一啲會揾多少少啦。
啊，不過唔緊要啦，都算係咁啦。陳淑莊就啊，唔會話想揸莊揸多一年，都唔揸埋佢。咁啊，好好唞下啦嚇、啊，有啲咩恩恩怨怨啊，定係點樣咧？都終於退下火線啦，或者去啊，會唔會有啲可惜咧？各位網友覺得下年即係嚟緊呢一年啦，喺網上編輯部咧都會好少再見到陳淑莊嘅標題，有關於佢嘅節目。我谂冇咁有趣啊，不过唔紧要啊，梗有即系所谓啊呢、這个嘅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我相信会有啲新嘅奇呢怪会入去议会度嘅将来啊，所以啊唔使怕闷啊。系，唔知我有少少失落感啊，突然间冇咗佢。系啊，所以嗰时成日想去唔做咧，突然间去啊，成日想去唔做，到佢真系唔做啦，系咯。那種感覺好似被人掏空了一樣，有點空虛啊！係啊，真係唔緊要啦，祝佢前途似錦啊！係咪嗰句咩？吉人天相係嘛？大馬上呢個近文之嘅名句啊！系啦，新年嘅时候祝佢吉人天相，真系吉人天相啊！佢有病啊嘛，系咪啊？系，不过都多继续呢啲媒体咧，都会睇住佢嘅，睇下有冇蒲啊，定系定点样啦，系嘛？不过都蒲还蒲啦，唔好搞到俾人投诉就得噶啦，知道未啊？啱，系啦，系啦，即系饮酒啊，剩嗰啲咧就冇问题嘅，咁你出去刺激下消费经济，但系就唔好限聚令嘅时候拖马咁多人啦，又拆黑 dis 啊呢样嗰样啦。嗱，呢單咧蘇州市咧，佢都要還嘅，唔好諗咁多啊嚇，唔好諗住走甩甩啊！好，今次時間多謝大家先，拜拜，拜拜。